Paris qu'il va se rompre le cou. Eh bien, l'homme qui a inspiré la création de l'assemblée. Qu'est-ce que le tyran? Oh! C'est drôle si on entend. Qu'est-ce que le tyran? Aujourd'hui seulement. Oui! Oui! Il faut qu'il se la chercher. Un barbare des temps en chose d'excès et déconseillé. Je comprends, c'est pas. Au moins, tu ne connais pas. Un autre. Les Russes sont chaque jour. Voilà une puanteur qui fera plus de sang, de retard, de sueur et de crasse. Je sèche le cheval. Je ne pas la comme ça, non, Berlin. Non. Voyez voir si vous pas bien tellement guidé. Non, le son, le prix n'est pas. You had it coming, you and all your bloody cards. She's broken the law. Work round the side. Stop it.
De tuer cette pauvre âme, Seigneur, garde. Aurait-il perdu l'esprit? Hello. Hello. Thank you, Kong. Ah, you. 对啊，来看一下你们啦。哦。两个在里面 mute mic 都不知道做什么。没有啊 ，test 还没有回来啊，我叫了很久，还没有出现，就等他回来。对啊，来。哎，不要啊！哎，现在才看到他回来嘛，不然我看一下，一吵到他不好了，这样子，看我看 CJ。你看 CJ 啊，他玩他玩 Assassin 又不会吵到他吧？没有啊，我是说，芙蓉玩看 CJ 也不会吵到你玩 Assassin 的 game 吗？但是会吵到他嘞。是我没听到你那边有声音嘞。我哎，我问他。你新的任务了，好好好。哎，我开看一下有没有听到你。燕飞、燕阳、冰教龙。你大姐讲没有吗？不会烦到你吗？我们开一下给你听了，开一下给他听喽。没有啊，没声音，毛声音。嗯，看一下今天什么做完了。哎 ，test 买没有？对啊，赶快买哟！哎呀，新叫我买，不要买哟。
因为新教你买过货，是不是？他没有到一个月，他跟你讲，哎，我玩到新，我找到新店满了，不理你们了。你看，啊，可能不到一个月啊，跟你讲。没有啊，我四月头买了，要一个月了。啊，你看他自己都讲啊，四月头买，现在五月头了，五月一号了。还有很多东西打的，现在有金羊啊。差不多就跟你讲塞奥拉来了啊。反正是力战金羊啊，然后力战金羊，然后我们 MR 的也是有 MR 的金羊。MR 的金羊呢，就是把力战金羊给的那个武器 Rare 吧，不是，给他 up 到 Rare 十二。这个要打 MR 的金羊，他才可以有那些材料帮你们 up 去 Rare 十二咯。嗯。不然等下活动没有了，哎，宁次龙的活动过了，他的那些武器都不错用啊。MR 没有用啊，我新买也没有用啊，我一直说。他 MR 金羊我 MR 这么低，怎么去打金羊？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应该当个人带你一个进去打没问题啊。我们还是可以打这次的金羊，我们 MR 的金羊是打的死哦，金羊是不好的了。我要跟你讲啊，这是打死他了哦。以前他金羊是爆了那两个爪就走掉了，拜拜。现在没有了，现在是要打爆那两个爪再杀掉他。哦，没有爪跑了。怎样？问你干嘛？你问我？我要看一下。我已经搞定了啦，我。谁？金鸟。你买了？金鸟九千。你买了？什么？又金鸟九千。金鸟百七。买100块还是70块还多？没有啊，百七，我买百七，然后现在我换回来215。是啊，你百七，你215吗？还有100多块来着。等我那个 game discount 哦。Yes. 真的，你阿妹，我200多块买不下手哎，大佬啊。那怎么可能也不会便宜到100块是不是？有，等他58先咯，最少都130左右啦。300，280好像是。200，270。270。我讲，我不要讲金是这样啊。你没有用到，就是丢着那钱在那边，怎么？丢着没有关系啊。哎，反正他多50块给我，我就放着了，是不是先？你多少钱买？170买啊。买到215块。哦。哇，有这么好的事情？以后我要买那个。有人卖 Steam Point。嗯，那以后要找夫人买了这样。但是你最少要进50至100的 USD 哦，妈，我很久才进一次，我这样子。但是他的，他，我不，他是 USD 算啊。哦，但是他要你在线哦，你明白吗？要我在线，不是直接给个 call 吗？放进去就好了。给个 call 你啊，但是。我又觉得他的课是 hack 回来，但是他又讲不是 hack 回来。哎，嗯，那就不知道了。他讲是卡号，不会中变的这些事。但是他给了你过后，你要马上进啊！你过了3分钟过后，他不包你了，不包。他有这样讲啦，随时 online， 随时进啊。啊，就是要你一直在线。嗯，爱惜，不然男女有这样大只青蛙，那个是卡号的啦，不杀了。又不是我，他是卡号的我。是卡号了，我知道他是那种画区号来的。这样我就做这个的嘛，你去那个很出名那个什么时候518，哎。587，9287什么？那个卖 game 那个、啊，那
那个有一个卖 game 的那个网站啊，他很多这种、啊、应该知道那个 DK 去那边买啊，我知道、啊、很多很多人那边都卖 game 的，连我们 Division 有人开车带你刷的，他们那边也有卖的嘛，那什么鬼都有卖的那个网站。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DK 有 DK 有介绍过我，但是我没有过去。你要刷传奇啊，他们带你啊，一次3块啊，就是人民币。嗯，这好像蛮好装的呀。他开外挂带你刷嘛。第一集也是有啊。这样我要不要买了先？买了。都有金钱了就买了、哎、有钱就讲麻烦的，有钱的不是问题嘛，有钱的用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有钱就麻烦的，有钱的用了等我，哎，就是讲了顺便买给我生也是可以的、啊、谢谢啊哎哎、欸，你们是买什么版本啊 ？Deluxe 是？没有了，我们买普通的啦，没有买那些什么加那个加没有用的那些。你去 Monster Hunter 的 page 那边下去看，那边是有几个 DLC 的，那几个 DLC 都不是来的，要到最下面那个，还不在那个 list 那边的。哦，丢你啊！现在这么最下面最下面那边有个90多块的那个啊，我已经找了，我已经看过几次了。他妈的，前面上面那边卖什么 Deluxe 啊，什么 Master 什么鬼的？哎、是哦，我这边看、啊、Monster Hunter World， 然后 Monster Hunter World Icebound Digital Deluxe， 然后 Master 最基本那个还就不要放在那里上面，放在边缘也看不到那边啊。这个就是绝招来了，这个。哎，对，然后你按下去那边，他又弹多一个出来了。哎，买买买！这里是哪里？买买买买买买，买就对了。买了，赶快买了，今年要赶快刷。哎呀，你们没有打到零次了，真的是一点可惜。他的武器好啊，他不像金阳，不知道不像金阳，金阳每次给完你全部武器你都可以拿完，你不要了卖掉，你自从他打完很多把武器你只能选看你的累积分数是多少了，如果你的分数不够多他只给你选3把，然后就最满分数的话就4把，你这只鱼就这样好了，送你一层吧。买了先，你先到了先。不过全部之前用的那些装备被晒亮了，正常的嘛。他不能出新 DLC， 你们也不会跑去刷的意思是这样。对啊。若玩属性套的话，宁次龙的装备，哎呦！还要重新道路的呗？这个买了 DLC 应该不用啦。你如果你去哪里找 Icebound 的 map 出来？没有，你如果你已经是最 update 的 Monster Hunter， 你是不用了。你是最 update 的是不用的，因为那时候我买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因为我每天有更新嘛。所以就每天有更新，没有玩你每天更新的吗？他自动 update 吧，不是给他 update 咯。What? 哦，已经安装了。OK， 爬你的头。更新了就直接、啊、你买就直接有了，太什么？
你买了直接可以玩的呀。如果你是最懒的色马上的，就不需要打路了，不用打路的。I'm afraid not. These older models are entirely at the mercy of the breeze, and there is far too much of it. I'm afraid to be safe. 不知道哦，等啊，他们宣布哦。哎，我星期一开工丢了的。就是啊，他也要看他们啊。他有讲有些可以做，有些不可以做啊。当然他也要看啊。他讲，就算你要做的话，有些是要申请还是什么的。没有，不用申请啊，前面啊，现在就拜做工。中啊，理发店那些人这样是不能啊。对啊。然后乞讨就不懂啊。那忽然间明天加多个很多人中的话，又确诊的话、啊、可能他们又要停了。是啊，他很难讲的啦。现在只是暂时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啊。Oh no! I'll come to you. Hang on. I'll try to stay put. It certainly is lovely up here.You should see the view. 哎，等 test 搞掂先啦，我先看下视线。The wind is picking up. You'd better hurry. 好在。Yes, thank you. 哇，刷新哦！啊，等下我还有新的任务要去做。嗯嗯。Oh, these things tend to work themselves out. 啥气球 ？You're going to run out of roof soon. 啥气球？结束探索。Leave them, just run. 这哈喽到十二是怎样哈、啊？没想到十二，现在依然复工。真讨厌！是莫名其妙的，他的复工。那也让锤子复工，除非是给那种。有些又不给复工的，有些。对啊。虽然还是要等他讲先，不然。是他是讲了，他是讲了四号。他是。似乎一般的很，我看下去了，很多都是有，都可以复工了的。都是可以复工的。讲是这样讲啊，哎，可是还是有人确诊啊，要零确诊才复工才对嘛。确诊，他现在复工，我觉得是两拿来啊，拿来补啊，拿来补的他，很简单，对啊、他不复工。他不复工，那些人不好生意，没有得做生意。哎，他还讲他过年没有钱了、啊，他也麻烦啊。对啊，那些马来过年了吗？然后还讲他过年没有钱啊。Just hang on. 嗯。哇，两百以上，我已经两百。哇，这边的那个力障岩碑，哎呦，够力了那个。哎呀，一看就知道，顶玩到很猛，二百了已经。没有人，是要塔力障岩碑岩王，灭世灭金龙。啊，不是灭金龙，叫灭世灭金龙这边的。这个都是冰冻。染、啊、黑色了，他是灭金龙，他们讲是灭金龙的祖先。Are you coming or not? 不然什么鬼？啊，玩到还有祖先，你我被炸了都。嗯，是也算恐怖下的招数，因为那个 Iceborne 的那些魔物都是蹦蹦跳跳，太 epic 了。前往前区去集会，我现在要去抓大小金。
那天阿东讲，我们才知道，然后那个 阿芙蓉讲那个是你在那个大金那个成就栏那边你可以看到的。 Can things ever go back to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成就栏那边看到什么？那个八仙有人刷到大小金。 After everything that's happened. 大金小金呢？他给你就是给你的啦，不给你我那个。 So that's it then. 那只马就是我俩的神马 ，Never again. 麒麟，我上上百只都不给我，给你大金对不对？哎呀。Going forward isn't necessarily an ending. 那个麒麟被我刷到烂了，看到人我都问有没有麒麟凯你们。 冰人有一只，冰星只有一个大金没有，跟你讲大金是最难刷的，小金还好啊其实。啊，给你就给你的了。是啦。对啊，有瑞他没。他不给你，你刷一千几百次他都不给的，你没有话好讲。管他，就是开哦，开进开出，开进开出。有的看没？那你看呢？有啊，开莫不是可以看到了。啊，那个是莫马雕。 本来开墨进去有，没有啊？我开上次也是谁给我那个谁？那天那个Kido不是讲给我那个墨了，也不是给我开到完，开到完也是没有那个大金。到最后自己刷出来了，你是？然后开。 星耀解完全部任务才有那个星大陆勇者霸者。我差不多要解了，黑刷的成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要解了。啊，加50个好友，然后大金，然后全部的那个。 龙，要最大。就这三个，你就可以解完了。解完第一个，我已经。工会名片我要发50张了，是要收50张的，忘记了。那个。你要收50张。不是，不是你要发50张。Oh my god，那个还没有收到，我收几天而已。我去大 group 到处加人，我最记得。 到处叫人家，可以加个好友吗？来加下我，可以吗？可以吗？我没有玩了，我只是做成就罢了啊。50张，看一下我的名片啊。OK， 上了火，那个气球了，我可以跳下来了。13个。